还撸下来的。哎呀，看我大哥的肚子。啊，开壳，安排了今儿老妹儿。安排了啊。今儿安排四个小硬菜。哎呀妈！哎，今天不吃大骨头了啊！今天不啃大骨头了，夹着头有点啃的不大好。看看我这块行不行？猪舌也叫口条，啊，皮儿都要扒去了，糊熟了，啊，啊，咱自己糊的，炒个辣椒，嗯，猪耳朵半个小黄瓜，行，到位，行不行？到位，干煸一个小黄豆芽，行，啊，还有一个菜妈正在运作中，你上那屋看看怎么样？运作中，看我妈运作的，啊，八虾，八虾。哎呀妈，就剩一个了嘛。嗯，行，差点没来晚了。你再不录不来录了，我就八碗了。这家伙，哎呀，不少啊。嗯，这一大盒就这么满满一盒子。哎呀，扒出这些。嗯，行，这虾不吃，搁那块干啥？其实还是我娘俩合作。对。嗯，但今天那啥了，今天临时窜下场。窜下场。昨天我给妈切墩儿了，今天妈叫我切墩儿了。嗯，你干点活儿。嗯，老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老妈一出手，她必须她就是有。有啥有？啥都有。啥都有。嗯，我爸现在不出手了。手坏了。手坏了，出不了手了。这病号养伤的。腱鞘炎了，腱鞘炎了，喝点酒就好了，喝点酒血活血，活活血就好了，就得喝点酒。哎，这个也挺香的了，不尝了，一会儿尝饱了，嗯，是不是？这个啊香，这个你看，这块肉，嗯，你俩挺会买呀，哎呀，爸选的。这玩意儿是得干巴了，来点生抽、精盐、鸡精，这是五香粉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玩意儿搁在这玩意儿好，好吃。咦，挺好。色还行。那相当好了。咦，红泥。哎，真好。第一个菜。哎，上盘儿。这个尽量给它炒软乎点，咱不炒那么重。啊，它硬不好。妈有用，是不是？嗯。哦。哎，这小盘儿。哎呀妈，将就慢慢。我第二个菜。行不行？哎，太行了。哎。哎呀。再来一点点碎，好了，你看是不是得备盘？哎，挺好。第三道，最后一个菜，青盐、味素、白糖、一品鲜来点儿，陈醋安排点儿，香油来点儿，辣椒油少来点，芥末油。哎，爸说能吃。反正能吃，放这些试试。猪耳朵、黄瓜、这蒜，凉块正好啊。啊，凉块的菜折了。韭菜、香菜、大蒜放完了，挺实惠啊这个。啊。这下子。一个猪耳朵拌这些。一个就一个，这家伙。妥了，第四道菜上菜。好嘞，嘿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俺们换菜系了，俺们炒菜了，今天不忽悠了。这两天天天忽悠吃的那啥，有荤有素，今天这整挺好吧？好吧，炒讲究讲究哈，还有海鲜都是我大哥炒的，安排了，开饭开饭都是我炒的，大连常见。
对你那个拉了票，感谢哈，你们懂了。俺们仨早晨吃的炸酱面，跳，整跳。哎，都这些呢？啊，这差点硬，也不多，跟每天差不多呢。一边还是生这些，嗯，生这些，整一口啊，整一口来，来，嗯，哎呀妈，哎，我妈今天搁家吃的那啥，嗯，我有烫饭。烫的爆米碴子吧，不愿意走。哎呀，烫爆米碴子，那今儿全主菜，烫菜。啊，四个主菜。我他妈颠的，给市场颠的，你看这四个菜行不行？行，相当到位。嗯，这是饺子吧？那是黄瓜吗？黄瓜啊，黄瓜吧，炒出饺子味儿了。吃出饺子味儿。哎，敬业。差不多呀，干出敬业。吃瓜吧。你这上边这么多白头发了呢？哎呀，这岁数大了，现在白头发就滑滑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是白头发，上边就是一堆，完了别的地方还行，这玩意儿长了好七堆儿呢，我发现。嗯，我就这嘎子，一撮是吧？嗯。你看我爸以前没有做白头，现在最近几年也多。没有，60多岁还不白头呢，咋的？你看你们白的早呢。嗯。我在你那个年龄好像没怎么开白，是吗？那现在我这头顶心也有几个。现在这年轻人，年轻人吃东西了，或者是说是各方面啥都有关系，是吧？跟护熬夜、熬夜、压力啥的都有关系。嗯，这口条呼的不好。嗯，这挺烂乎。烦死了，不过劲。烫的吗？那你不是凉吗？没咱妈这么大。咱俩一碗行吧？嗯，正好。哎，今天刚焖熟，有点黏。行了。嗯。焖完了。妈每天不咋吃咱家啊？我也不咋吃。我吃他就愿意吃，这玩意啥玩意都带，你发现吗？其实这黄豆芽搁哪买？这市场买的吗？嗯，我爸买的。这是小黄豆的。不是小芽。我看他那个那两天我去都是那么点长的牙子，就是不短的。没看着，这有槽子里装的。啊，槽里够水够的。没发现。你问他了。我看着了，不用问。我爸准备摆着呢。我爸就简单明了四个大字，你没看着。我真没看着。嗯，你说没有。我妈买菜不瞅着没用的。嗯，我一般玩找不着。一般玩找不着。还有黄豆粒儿，他俩是挨着的。我爸于老大老二，去年你老妹儿让他去买点那个紫兰，给茴香买回来的。到时候一使一看不行，比他大。没法吃。紫兰都那样是。小茴香啊。小茴香。啊、小茴香炖肉呢。啊，一看见。最后一去站起来一瞅，这不行，这不是紫兰吗？你这太潮，比我潮强。老还真的，你炒酱炒菜真比你强。我操！我就瞎拔了。我也炒一下。你炒一个。嗯。嗯，你哪天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个。都比我炒好，我炒菜不行。嗯，这哎呀，小炒炒的也行。你那炖菜厉害吗？嗯，小炒不行。我煮爆米碴行不行？大酱。那大能给你炖呢。我妈。谁订过吃大碴？大铁锅。嗯。铁锅炖起。哎呀。我。铁锅炖大鹅，铁锅炖、炖大里子。面食厉害，烙个饼了，整个什么？嗯。小馅饼啥的了，那。面在临杭村。老标准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是把大锅行。做面食哪锅？妈，您怎么还？要出去呢，那不八大姑娘。我就不喜欢谁夸，一夸那不是你有的夸，那虚假是吧？一夸就虚头巴脑那伙儿的。嗯，对，你就一实际行动，看是不是吃多少证明一切。大嘴来了，搞点黄瓜，这个菜，这个菜，加搞点黄瓜行不行？嗯。哎呀，这家伙也上货了，我高给他上来了，这谁给我拿叉？这整那不能吧？哎，整够吗？嗯。哎呀，哎。哎呀。
你慢点喝吧，慢慢喝吧，把喝急了拿。我这也快，传到货也到，我一点不耽误事。老家那时候小时候，我直接跑运动会，我爸，我俩跑运动会，我爸给我呼猪爪子。哪是跑运动会呀？春游一儿童节。一儿童节上那个青海松树地，是不是？嗯。自己再吃点。我说咱们家那啥，我小猪爪子。小猪爪子。这是从小就干的猛。你那时候也不央磕碜，那你要带猪爪你就带猪爪，到现在一般一小姑娘都不带，鸟胖不管那事儿，带他猪爪子就肯没肯的你？我不知道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不肯，那都那多好啊！带着猪爪子，整点那个那啥矿泉水饮料，比那个啥，不过现在不带带的，比那个老师的摊儿都硬。那老师还喊老师都馋的玩意儿，猪耳朵炝黄瓜就吃黄瓜，虾仁我这炒黄瓜还是吃黄瓜，安排我天天安排安排，基本上虾仁炒不是黄瓜，大菜都安排差不多了，这哪是黄瓜，那不黄瓜啥呀，角瓜青瓜吗，那才刚我问是角瓜是黄瓜，你说是黄瓜，是角瓜吗，青瓜，那我说不像黄瓜，那是黄瓜，你那糊弄你那个人，你吃不出来黄瓜味，先头是因为是饺子呢，你们不说黄瓜，我就寻思是黄瓜了。你现在能不能吃出是饺子吗？吃不出，好像不像我黄瓜。你现在还怀疑呢？你这到底是饺子是黄瓜？黄瓜，打皮儿了，打皮儿了。啊，你瞅着就看不出来是黄瓜样了。你就等着隔路玩呀。嗯。被忽悠蒙了。黄瓜，你那玩意我都没细瞅。这个你得打皮儿。正常，必须得打皮儿。哎呀，你到吧，大哥。哎呀，我这也是颈椎病，赶赶上了。哎呀妈！你这慢点喝，你这喝那么快。慢喝啥呀？不也得。给吗？我不要了，我可不要了。这还剩的多。我不要，你俩再喝一口吧，喝一口你先得了吧。我这是五根给你。来来，整口。我不要。这今天妈剩多来。我就是喝点就是对付的跟你们凑热闹，喝也行不喝也行，来今天的福给我老妹儿，哎呀，嗯嗯，老妹儿有福，嗯，有福了，这大虾仁儿，好对象，好对象，造虾仁吧，妈一提对象马上造虾仁，这边一提找好对象，那边马上造虾仁，找好对象彻底不找，彻底不找，嗯，怕冷怕热那个都不行，怕吃那个都不行，怕吃啥意思啊，就是不扛吃那样的，不是啊，你老妹儿不能吃吗，上人家那吃你怕吃不行，啊，那我那说的意思就是不扛吃那样的，不扛吃的不行，嗯，你得扛吃的，嗯，扛吃的扛吃扛喝杀猪的家走的啥你供上助理啥的，哎，这安排的，你来吧。那不用，隔夜能挣的钱自己买。那可不是两码事儿。干杯呀！没打劲儿了就干杯，干杯嘛！我妈就是干杯的。干杯，我爸能干了吗？干了。你匀出来点吧。干了，不用。老太太都说干了，你还能干不干吗？那干杯。来，胡子。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，干杯！一口粥的。哎，哎呀，整的好！哎呀妈，整的好！行了，嗯，我就能干杯。我妈就是最后一句话，干杯。喝点虾仁，一会儿划了吃它吧。嗯，吃那就是解热，是吧？必须。俺们那天四个菜整的挺好，我大哥小炒，这两天这不呼了。我小炒，过两天再呼。大连常见。就是别的都不唠，感谢感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完了之后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就像大连城建，嗯，是吧？安排呀，完了不关注是看不着啊。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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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哈，感谢。